这是小周，他正在上学的路上。他突然想翻墙。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我劝你讲拢无安呢。小周突然不想翻墙了，因为他想拿全勤奖，所以他决定走民族门上学。我有酒精，但这是水吧？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，我好像还没有买早餐哎。我有汉堡蛋。哎，可是我想吃三明治。哎，不对，我刚好有三明治。没关系啊，我有很多早餐，随便你挑。不是啊，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在这边陪你们浪费。啊，参加棒子营哦，就不会浪费时间的了。那如果我说不要呢？同学，你知道今天停课吗？